日前，某综艺官宣了金晨为舞蹈导师，并放出一段金晨在镜头下频频起舞的花絮照。画面中，金晨一袭桃粉色仙女纱裙格外柔美动人，足尖起舞，轻盈优雅，表现力 MAX。 粉色连衣裙采用了挂脖的设计，腰腹镂空，露出平坦的小腹，身材修长苗条，粉色充满着少女的甜美与粉嫩，配上自带浪漫与仙意的轻纱材质，让金晨美出新高度。这一袭粉色薄纱裙将少女的甜美气质与优雅 feel 都展现出来，整个造型美得让人心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同样加盟该综艺的还有佟丽娅。身着黑纱长裙的佟丽娅身材修长，双手纤细，提着黑纱旋转舞动，身姿动人。佟丽娅在舞动的过程中，脚下还穿着一双黑色的细高跟，可见舞蹈功底深厚。金晨和佟丽娅两人都是专业学习过舞蹈的艺人，相信这次合作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视觉盛宴。喜欢就订阅呗。